一时间就有去看，我们第一时间就有去看，大事记是你们给的，抹黑，大事记是你们给的，我今天是要澄清的案子。跟你讲，蒋万暴气和议员正面杠上，因为0403花莲枪战、南机场国宅围老问题首当其冲。但不止如此，不该断网的警局监视器系统，地震当下竟然也出包。是因为专网的线路能够有更高的品质，提供稳定不断线，这个是母约的精神嘛？结果我们现在签的子约，一发生事情断网超过400分钟，所以也绝不容许有任何断线。断网超过10分钟可以裁罚的。所以我们不排除解约母约。不排除。连凤惊爆0403大地震后，全北市监视器系统竟然有1398笔断网事件，最严重的断线还长达400分钟。林世宗则开呛，蒋市府各局处对台之光要求仍然没辙，涉嫌跟台之光们有脱罪护航的重大嫌疑。没有，这个弹书就是要依照10月27号所有1761的这个费率表，然后去实质实务去执行。你要用106年柯文哲签的约，就是三枚要2200块，把1亿或是8000万奉送给台之光。没有备援系统，就代表市政府没有筹码可以跟厂商来做个斡旋跟谈判。针对台之光争议，台北市长蒋万再一次强调，证据到哪办到哪，不会护短。但台北市这一个多月来重大事件连环爆，包含儿虐、食安、危楼建筑，全都涉及市民安全。蒋万怎么领导北市府螺丝不拴更紧，市民怎么能过得安心？三十国四五号采访 S 小组台北怎么的？